铁，无铁，王子娇，每天都新奇，飞碟伍子棋，欢迎来到飞碟伍子棋。你还记得乌龙院吗？东方吹着风，西边飘着雨，伍子一撇同南北。1984年，张海汉的歌曲。一样的命，白样的人，你我都是大米虫。师兄师弟，抱一对。老实说，这应该不是他的歌路了，但当时可能卡通乌龙院、漫画乌龙院太红了，唱片公司可能就做了一点搭配的工作哈，所以就唱了一首这样子，我夺冠，好妙！江湖兄弟把名扬啊，不是歌儿不来唱呀，不是话儿不来讲，莫笑呆子无心机，笨鸟满飞带凤凰。张海汉先生呢，当年带我进了演艺圈，拍了第一支广告，因为他当时是我的舅舅哈。什么叫当时是我的舅舅呢？因为我们已经失联非常久了啊，家族的故事有点复杂。更妙的是，过了几十年之后，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家族的故事，所以我才说当时他是我的舅舅哈。Anyway 啊，总之呢，他小时候就是个歌手，然后这张唱片的封面设计名字写的是陈维明，哎，是那个陈维明吗？也不是不可能呢，因为维明哥确实在有一段时间是在唱片公司幕后工作，改天我来这个追星交出来的时候啊，再来好好问一下哈。那这个张海汉呢，这位前辈呢，那个时候呢，因为在娱乐圈嘛，所以就让我有机会去拍了第一支广告。不过这支广告到现在还没有出土啊。我曾经去跟那个网络上非常非常会找老影片广告的这个张哲生老师啊，去问他说有没有机会帮我找一下，因为那广告的女主角是弯弯，我还记得我们卖的是恐龙巧克力，在一个荒郊野外拍摄哈。可是他就说找不到，哎，所以这是我的梦吗？这一切是我误会了什么吗？我想象的吗？不可能啊！我真的记得我拍过广告，可是很抱歉，没有证据啊，没有证据。所以在此有没有收音机前面的听众，你是40年前广告公司的人，你可以站出来帮我说句话吗？那个时候我们 even 要拍一张剧照，可能都很难哈。再加上主角是弯弯嘛，谁会拍旁边那个小弟弟一起去探险遇到恐龙的人的照片呢？好。永远找不到的广告，太诡异了。张海汉爱的角色专辑可厉害了，里面好多大咖，你猜猜这首歌是谁写给他的？你是否和我一样的寂寞，在漫长的黑夜里寻找自己的灯火。下次我如果有机会再遇到他，我要点这首歌。就像迷惑的自我，我对自己说错，你是否和我一样的沉默，在陌生的道路上。是不是他的歌不好唱呢？为什么这个歌那么不像他的歌？只有迷惑的自我，我对自己说错，漫漫长路你都走过，没有付出怎会有获得，没有努力的成功是传说。这条歌是李宗盛下来啦，真的是不太像呢。好了，副歌的地方有一点点，因为大哥那个时候也写过一些偶像的专辑的歌曲哈。打开这张老唱片，我真的是吓了一大跳，因为确实里面的背后的班底哦，写歌的班底是有够强哈。除了李宗盛之外，还有郑华娟，还有这位。
其他还有像刘伟仁哦，好厉害。风在吹着我，街灯在飞越我，一个又一个，我得到了什么？谁写的？为生活的生活，方向是什么？我该怎么做？心情好难过，好难过，好难过。唱着一首歌，想念围绕着我。我在炫耀我，还是什么？这条歌是周华健写的。我在想什么？谁能告诉我为何？为何问我，我能握着的是什么？是欢乐，还是时间的低落？当回首，时间窗外的尘土随风散落。唱着一首歌，香烟围绕着我。蛮好听的哦，下次如果周华健要开演唱会，然后比如说类似在那种脸书说来来来欢迎大家点歌，哎，你们就上去写这首歌去吓吓他，这样显示出你的程度哈，就是说嘿，我在黄子佼节目里面听到的哈，你写的张海汉唱的，我估计他也不记得了，领了钱就忘记了啊。Anyway， 还有一个大师级的组合就是熊美玲加林秋离老师，我们也希望林秋离老师一切都好。想着你多情的眼，把琴弦入缠绵。难眠的长夜，挑动我炽热的唇，跟着你一生一世的情，将它滋润。一夜留下的情缘，山之间是否还有未走远的思念？曾经以为在身边那样柔的依恋，如今梦里你已飞影，一转眼那么远。回到当代的莫宰阳，这不是羊肉炉的店名吗？怎么变成一位歌手的名字了呢？不在乎的流言蜚语藏很久，但无算动物园藏情深处的小朋友，人生在那边会被拍手哭手冲昏头，听不来不可没有对症伴奏。有我心里憔悴，被风吹着走，万念俱灰灰，台下皱眉头。It's a night at after party， 那天发生过的怀疑，十四点落魄在家里，下次登场再见了。我溜着电影票，溜着高铁票，忙活的写照，快节奏屁股在烧，成为正好当我的解药，拍子鼓舞到下首歌要写慢呀。从这个台语的莫宰阳变成中文字的莫宰阳，到现在变成一位嘻哈歌手的艺名了。
情机灵，发电要滴滴，风的开灵，欢迎你上灵，要同灵。哎呀，如同昨天提到的，很多歌手呢，以前都常见到。比如说张学友，下次什么时候还会见到张学友先生呢？之前本来有个线上的什么记者会活动，后来也取消了，不然遥远线上见一下问候一下也挺好的啊。哎，我常会想念这些工作上遇到的同业，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想念我啊。哇，头发乱了，超级经典的。因为是 live 版的咯，所以就会有这种说话的声音出现咯。Yeah， 哎，还有一个朋友，我也不知道多久没见到他了。他是阿杜。无安的少年，一遍一遍回头，脸上藏也藏不住困惑。每一扇门口是不太真实的梦，是你的，是他的，从来就不是我的。那烟火太刺眼，受了点伤，不再少年，却有一份情感没有改变。你在每一扇回来，这份深情难舍难来。来自马来西亚的三人组合 2V1G， 就是两个 vocal 一把吉他，两 V 2V1G 啊、哦、2V1G 两人一吉他，这是一个所谓的发烧片天碟级的作品，然后呢 cover 了许多经典的国语歌曲。大家还记得吗？不久前我播了一个马来西亚的歌手的作品，然后当时他们的相关人士就到留言区去留言，做了一些交流，然后我也就因为这样子的延续，就赶快又去虾皮买了 2V1G 的 CT。 哦，原来马来西亚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人，这么厉害的发烧片，然后唱了这么多经典歌，而且依然唱出了自己的味道。心不了情，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
然是二 V 一 G， 这个 guitar 很重要，这个吉他的间奏我们好好听一下。那时候他们还说，我们可能会到台湾参加那个什么音响大展之类的活动，到时候可以交流哈。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不知道这些活动现在到底什么状况这样。Anyway 哈，就是一个缘分啦。我也没想到说马来西亚的朋友真的有听到我播放他们的歌，而且你刚刚我们听到重点，我是去虾皮买的 CD， 因为很多平台没有，我反而在虾皮呢就轻易的买到了。然后呢，还买到了一张精选集。这个精选集很厉害耶，这精选集呢是他们14年来，哇，这个团14年了，而且不断的传承。这个精选集有四代的二 V 一 G， 有五个女歌手不停的在不同的世代的等于是一代又一代的成员替换当中呢，各自展现自己美妙的歌声，所以这是新歌加精选，而且翻上了我很喜欢的周华健作品《不愿一个人》。我真的并不愿意让你孤单，让你寂寞，也不愿让你失落，而在牵挂之中泪盈满眶。我真的并不愿意让你孤单单寂静静一个，也不愿让你流泪，让你想我的心悬挂在半空。不愿一个人在风中在雨中走在那街道上，不愿在喧哗中孤独中冰冷中想念着牵挂着你，不愿站在那人群中孤立，不愿站在那人群中想你，不愿留着你孤独的时候才能体会什么叫忐忑与不安的心。讲到吉他呢，我也在网络上搜寻到一张低音吉他演奏专辑，来自刘明正老师。刘明正老师在过去当然是许多人的乐手，他曾经合作过拉拉，还有纪晓君、施文斌、沈文成，哦，论据很宽哦。那竟然呢也出了自己的低音吉他专辑。哎，我们的听众应该都知道，我常常会播一些老的演奏的作品哈，就很多那个时代的人都可以出自己的演奏专辑，有没有？可是这个时代明明还有很多厉害的乐手啊，但是唱歌的人还是挺多的，但是演奏的出自己专辑的，好像有这样的力气的人不多了。没想到有一位这样子的刘明正低音吉他老师的演奏专辑，不过哎。这在网络上找的啦，哈，所以它其实呢已经是2012年的十年前的 CD 了。但是没有过时哦，十年后我才听到，还是很有味道的。
演奏专辑听多了，但低音吉他演奏专辑，所以当时就觉得哇，好厉害啊！常常会听一些日本的，什么坂本龙一啊、高中正义啊、渡边贞夫啊。哎，问这老叔真的不输外国人呢。来，我们不要被老击败。眼睛模糊，老花还是要双顾，浪漫下拍，他不没那么流量，还是要陪他下地。很潮的舞曲哦，只想当欧巴，帅气的头发。这几年他真的没有被老击败耶，突然间靠 YT 啊又翻身了，然后又很受年轻人欢迎的感觉，还可以办演唱会，他是罗时丰大牛哥。即兴只有三秒，就享受当下，我烦恼放下，就算嘴肉垮垮，这就是潮流，不上夸一下，像迷龙五家乡旅行就出发，不能被老击倒，不能被老击倒，不能被老击倒。我记得是 N 年前小林姐跟我讲的笑话。有一天他们在打麻将，几个中年人开始感叹了：人生啊，年纪大了。突然间有一位这个牌咖就很激愤的就举手说：各位姐妹，我们不要被老击败。听起来很像骂人，有没有？哎，怎么后来这句话就一直流行流行到后来还变一首歌啊？那这个是真实发生在牌桌上小林姐的故事，还是她也是听来的呢？一个双关语的概念。大牛哥的舞曲耶，不知道他演唱会会不会唱这首。我烦恼放下，就算嘴肉垮垮，这就是潮流，不上夸一下，像迷龙五家乡旅行就出发，不能被牢记。最后还有 Bad Boy 的 ending 吗？拜拜拜拜拜拜，然后中间还变慢了一下，很有梗吧？你有没有错过这首罗时丰的歌？大牛哥本来就是个歌手，出了好多国台语的歌曲。现在这是他的第四张专辑。我们时光再倒转更久以前。那个时候他这首歌背后的创作人也很强，李子恒、童安格，我看不见你。我匆匆地走进了你的，看不清你真实的面孔，过去的你是那么清晰，而如今一切都迷蒙。你像一个深邃的漫漫长夜，让我唯一的灯火
火亮就熄灭。以前大牛哥的歌路真的比较 enga 一点，不管即使是国语的、哦、你都觉得好像到了日本的那种那个歌坛大佬的专辑里面一样。我看不见你面对海洋的眼神，是否也一片迷惘？我不知道你在风中飘逸的秀发是不是一点的忧伤。其实那时候他还很年轻，他只是老了一旦而已。在千禧年之后啊，大牛哥有很多变化啊，包括这几年做主持啊等等。那事实上他一直都有在做主持，因为他还蛮可爱蛮会说的嘛。那加入那个时候海蝶音乐的几张专辑我觉得都蛮好听的。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曲目，尝试到对岸去发展，这首歌也算是舞曲，叫做我的 feel。 幸福就是随心所欲，这就是我的 feel。 你听着唱腔，你认得出来是罗世峰先生吗？看着有点脾气，这就是我的 feel。 因为我不喜欢虚情假意，爱情不是随时随地，不是表演，不是生命，我就在这里，正是看着你，这就是我的 feel， 就是做我自己。真的很强哎，靠这个网络节目翻身哈。那个时期呢，大牛哥的专辑啊，有很多人帮他创作哈，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还有像是陈小霞等等。不过我特别要播一首我不认识的创作人，哎，但是也蛮好听的，叫《伤心的列车》。当年唱片公司的在这个歌词本还在下面有一块，就是说征求新人哈，欢迎大家投稿当新人，唱片公司的新人。现在只要这个网络上几秒钟就可以征求新人哈，蛮有意思的年代，可以很快的翻身，透过不同的管道。行洒过的路，走过徘徊的脚步，该不该告诉你？我不是不在乎，当你熟悉的眼不再温柔，我知道是应该离去的时候。到底要等多久才能够再次拥抱你？爱情早已褪色，不会再有承诺，在面对你冷漠的脸，在我落泪以前，让那伤心列车载走我。伤心的列车，今夜开往何处？我的眼泪就会在哪里停住？伤心的列车，伤心载满寂寞孤独。飘向一条不知名的路，不再回顾。接下来这首歌叫鸡，哎，你刚听到鸡叫哈、啊，但是它是饥饿的鸡哦，又在玩双关语哦。罗时丰大哥的90年代和21世纪真的变化很多，难怪可以继续受到大家的欢迎。夜晚就想起你一样，爱意都不见了，你的余温让我心挂挂，如何都放不下。我为了你忙着看也丢一旁，你让我声音都变沙哑，啤酒快来一打，
发，快点救我吧，把炸鸡送到我家，把炸鸡送到我家，救我吧，哦，快点救我，快点救我吧，把炸鸡送到我家。什么啦，把炸鸡送到我家。有的时候我在买 CD 的时候，过程不是在唱片行，不是在线上的什么博客来，而是在独立书店。有些书店真的会发现一些小书、小册、小摄影集，但里面有 CD。像我现在手上这张呢，是限量100套的。打开里面呢，有几张照片拍的某些东西看不太清楚，可能是什么雕像的特写，还有一些手稿，上面有签名，也看不太清楚，还有手写的100%啊，就是我是第十五，编号十五，还有一张 CD， 怎么样？很模糊的线索吧？你也不要再问我了，我也不知道哪里买的，是谁。反正就是那个当下一个 moment， 一个冲动，一个缘分的牵引，我就成为了抖内他100份创作的其中一份子。这张 CD 也就只有一个曲目，你可以感受得到它充满着实验性的音乐。好，通常我就是播一播，抛砖引个玉啊，没有要吓大家的意思。花，早春开的花，李荣浩也曾摘下过几芽，就放在口袋边上。夏，那一年盛夏，抖落鞋里浸的沙，合影都有些泛黄。祝你幸福。昨夜不知不觉落叶落下，秋天像童话。那天有个女孩对着电话，你还爱我吗？在一旁很久很久的吉他，立冬的早上，爱情信誓旦旦的悲伤，现在开始唱。哆来咪发，祝你幸福。忽然忽然感动的哭，哼出来的音符，手的温度跳过那支舞。哆来咪发，祝你幸福。钢琴演奏所有感触，回忆一幕一幕，是几曲目，是一封情书。最近有一位音乐人，他是李静伟，然后也做了很多幕后的工作，甚至组了乐团。在2019年去大陆参加比赛，是李荣浩战队的，然后是亚军。李荣浩也给了他很多鼓励，终于他现在才出了自己的专辑。好了，那我们就听完师父，就来听徒弟的歌曲咯。这个是李静伟。那其实音乐路真的很，哎呀，应该说每一条路都很难啦。可是音乐这条路呢，艺术创作呢，比较难的是说它没有什么一定的标准跟对错。当你写了一首歌，
你确定你知道他会红吗？你确定这首歌一定要丢出去或是拍不够呢？嗯，比如说像我们讲医药好了，像我主持大老板联盟，常常有很多商品都会特别强调我们什么是 GMP 认证啊什么的 ，OK， 它有一个标准在，对吧？可是你写一首歌，你有没有什么文化部认证？没有。或者说你写了一首歌，有没有李荣浩认证哈？那也不一定会卖啊，对吧？所以我觉得真的很辛苦啊，竟然隔了这么久才有自己的作品哈。好，来听一下李靖伟的歌，也祝他幸福，祝你幸福。现实的主宰，我知道心里的不安，我知道人们对你的期待，压得你喘不过来。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负面的想法已经全面笼罩，那就什么也不管，就用力往下跳。So we run。却不用身一起奔向，展开了一场伟大逃亡，试着跑遍天涯海角。So we run, we run, we run， 抛下所有世俗的眼光，快乐和主张作为行囊，却不用身一起奔向美好时光。的存在，你知道心里不痛快，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接受自己的平凡，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所有的缺点，所有不体面，所以我决定要带上你，哦，用力往下跳。So we run, run, run， 确认过眼神，一起奔向，展开了一场伟大逃亡，试着跑遍天涯海角。So we run, we run, we run， 抛下所有世俗的眼光，快乐和主张作为行囊，确认过眼神，一起奔向美好时光。We run。So we run, we run, we run， 抛下所有世俗的眼光。飞碟五子棋登场的是反骨奇人。欢迎来到反骨奇人，听到这前奏，心情都好了起来啊！小鲜肉们这样子很快乐的、愉悦的，用音乐来疗愈大家。这个团体来自日本，叫做 King and Prince。哇哦，全部都是王或者是王子哎。片思いしてるみたい。しばらく見つめててもいい。こんな日を待ち焦がれてたよ。目の前見つめ
ときめきに変えてあげる。たった一秒さ、必死な必死な地球回すロマンスを冒険してみよう。愛して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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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だけしか見えない。なならば画面越しでも素敵だけれど、ラブ今日はリアルに思い知った。僕の目の前はしゃぎ笑って So baby wonderful、 この時を続けと願う。じゃ足りこない、君と共に生きていたい。どんなこんなも怖くないんだよ。おかえ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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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だけしか見えない。理由とかなんとかじゃなくて惹かれてるんだな。全部が好きだって言うと僕は理想な顔するけど、だって本当のことだもん。という存在が尊いよ。 I You ドキドキもワクワクも絶対、君がいるからこそ無限大。もう止まらないよ。こっち向いてよ。目と目見つめ合っちゃえばいいんじゃない、いいんじゃない。戸惑いさえもときめきに変えてあげる。たった一秒さ、必死な必死な夏のマンスを冒険してみよう。愛して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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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